记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曾之乔今天举办生日音乐会，炎亚纶本来要来站台，后来因病缺席，倒是王子谢家健现身打气。王子开心说，曾之乔终于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会，很开心。那么爱唱歌的他终于圆梦了，我会一直支持他。谢家健则表示，真的替乔乔感到骄傲和开心，越来越亮，仿佛一切美好都在他身上发生。曾之乔音乐会，好友王子、谢家健都现身，要帮他加油打气。华研提供，他推出全新 EP 亮了，这次力邀炎亚纶合唱上辈子的双胞胎。本来两人要在音乐会合唱，无奈炎返台后身体不适，曾之乔透露有先收到好友讯息，希望对方好好休息，更打趣不要来比较好，不然会传染给我。曾之乔生日音乐会，记者赵世勋社。他暌违多时开唱，特别练唱蔡健雅别找我麻烦，林宥嘉心酸笑说选了这些实力派的歌手的歌，直呼自己是怎么了，音乐会这样选歌简直逼死自己。